要吃吗？要吃吗？哇，你们真的咬了。好啦，爸爸上班了，快点像一个来，谁要先像一个的？哎，妹妹举手。还有谁？好了吗？这样就够了吗？今天是不是我丢吗？今天礼拜五嘞。好了吗？那不然就到法了呗。拜拜，拜拜。小猴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来，爸爸上班了，只要先香的。今天没姐姐比较早，先香姐姐。妹妹可以香两个。嗯，好，小姐再补。好了，拜拜。他没有我最后一手。那今天怎么办呢？星期一谁丢的？你丢，那么姐姐最后一个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天要帮忙丢吗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小爱。那妹妹。你轻轻点。啊？妹妹来，这样子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后面还有亲戚还在，大家帮多吃一点。嗯，好的，拜拜。小鸟。剪刀。拜拜。剪刀。石头。妈咪，拜拜。嗯。谁要香香的？谁要香香的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唱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再快一点来。三二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再快点。再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能停的，快。三二一，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直接再快点，快！三二，快！一比呀呀，一比一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三二，再快点！三二，快！快！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。直接一次，再快一点的，直接再来一次，不要停的，快！那现在我们要念的是《回乡偶书》，三二一，来，小小离家老大回，三二。第一句叫什么？小小离家老大回。少小。少小。不是小小。少小啊，我念三。好，你再念一次来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下界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什么眠？对愁眠。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。寒山寺。寒山寺。半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咚咚。夜思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。
低头四顾三，四顾三。再来鸟鸣街吗？妈妈叫你了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来了。你要吃什么？低头吃便当。吃什么便当？芙蓉便当吗？低头吃芙蓉便当。嗯。所以影片就帮我按个赞，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这个小铃铛，可以刷新影片通知，要记得留言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为什么亮亮没有头发了？你不是亮亮，是晶晶。为什么晶晶没有头发了？哎，这样就全部都有头发了。可是只能这样。哦、为什么没有头发了？只剩一边。你们拔掉了吗？不是，你要说只剩一边的头发，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只剩一边的头发了？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哎，我知道。他是秃头吗？不是，因为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啊，突然他以为那个。他用的是让自己头发变多的洗发精，然后结果他用到了把自己头发变少的洗发精，所以他就掉光光，只剩这一撮了。